那你明天要干嘛？没事，要不要帮我拍照？我觉得顺便喝个咖啡应该还好，反正你也没事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为什么看起来比我小？差不多吧。干嘛啊？没有。我只是。到底会有什么样的？好期待！一起来看一下。闺蜜同居时代，下期天又来喽！每周一的晚上八点，麦克贝和电视直播，十点半 YouTube 准时上架，就请按赞、支持、脸书，再来支援订阅 YouTube 频道。我们礼拜一见，等你哦。